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382面，382面，倒数第五行，从其无上士这里看起啊，世尊第七个通号啊，无上士。士者人也啊，称人士。中国习惯称男士、女士啊，这种称呼。人中最甚啊，什么样的人称士呢？现在讲知识分子，在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才称为士。通书达理啊，成为士人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士一定是有很高的德行、很高的文化，为社会大众所尊敬的啊，所仰慕的啊，这个称士。那么士当中的无上士，人中最甚啊，无比殊胜，德行殊胜，学问殊胜，这称之为无上士。涅盘经曰：“如来者，名无上士。”譬如人身，头为最上，不是其他了四肢手足所能够相等的。佛也如是，最为尊上。佛法僧三宝，法跟僧。都比不上佛啊，佛在最上。那么下面又曰，这也是涅盘经上说的，是有所断者名为上士，无所断者名无上士啊，这个标准比前面明显。有所断者还有烦恼，还有习气，要断的，这是上士。啊，无所断的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包括习气，统统断尽了，这叫无上士。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上。等觉菩萨还有所断，最后一品无明习气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啊，这一品习气断掉了，这一品习气啊叫身相无明啊。身相是什么呢？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啊！能生万法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身相无明。有这一点身相无明，它就是变现出万法了。那么这身相无明，我们就知道啊，《大乘经》里佛常说的“一念不觉”，那就是身相无明。啊，到等觉菩萨
见到生相无明了，见不到你没法子断它，见到之后啊才能断它，啊，等觉才见到，这一片无明断了，相就没有了，啊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没有了，啊，这才真正是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这个有相包括十报庄严图，啊，那就回归到常寂光了，常寂光是无所断的，啊，无所断者名无上士，常寂光里面是，啊，十报图里面都还有所断，这个标准就特别高了，无上士只是对妙觉如来所说的，慧疏同上二疏，啊，那么我们就知道慧疏一定是引用涅盘经的意思，说疏曰业惑尽尽更无所断，于三界天人凡圣之中，第一最上无等，故号无上士。啊，这个说法跟涅盘经确实是相同的。又知读论语，涅盘法无上，佛自知是涅盘，不从他闻呐。亦将导众生令知涅盘，如诸法中涅盘无上，众生众生中佛也无上。啊，这是究竟涅盘。啊，如来果地上的大般涅盘，啊，涅盘就是回归自性，现在科学的名词叫回归零点能量场，啊，一切呢都归零了，啊，这个说法，这个意思跟大乘涅槃呢是非常接近，啊，好像是一桩事情。佛自知是涅槃，不从他闻，其实这个境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晓得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尽了，啊，这才如常寂光，啊，哲学里面讲呢，其如本体了，啊，所以不从他闻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啊，他闻就起心动念，不从他闻。妙觉如来，他不是不起作用，他没有形象，但是起作用，啊，这个作用就是应众生之感，啊，众生有感自然有应，啊，应不是起心动念，这个我们很难理解，啊，自然的因，为什么自然因？因为万法是从心现的，
所以他自然就有感应。啊，万法跟体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像我们平常举的这个例子，我们现在面对着荧幕，啊，这个荧幕就好比是长激光镜头，啊，真如自性。荧幕里面所有的画面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画面全是波动现象。啊，是在讲电视荧幕是个小宇宙，我们感官上是个大宇宙，大宇宙跟小宇宙完全相同。啊，一个道理，连形象都相同。啊，小宇宙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大宇宙也就明白了。啊，随众生有感，起心动念，他知道；不起心动念，他也知道。啊，起心动念是心法、色法。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还是个波动现象，没有波动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包括自然现象，所有现象全是波动现象。啊，即使波动，他们又一样不知道的。这信息立刻就传达。啊，还原观上所说的。周边法界啊，畜生无尽，畜生无尽，波动就产生变化，变化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这叫整个大宇宙，包括各种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全包括在里头。那么众生既然有感呢，佛就有应。啊，哪一块的众生跟他有缘，他就在那个方块里头起应。啊，那就像《法华经》普门品里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应说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。现身说法是不定的。啊，这个要记住，佛法没有定法可说。啊，佛法是恒顺众生的。众生不定，所以佛的法就不定。啊，恒顺众生，这就契机；如如不动啊，这是契理。为什么呢？性体是不动的，如如不动的。啊，就像我们看这个屏幕，电视屏幕不动的，画面是动的。啊，法性是不动的，法相是动的。啊。以及法相起作用，这都是动的。那么佛的应实现教化众生，目的呢是引导众生到达涅槃。啊，跟他一样啊，这问题叫彻底解决。如诸法中呢，涅槃无上。啊，这是自体，这是能生能现。
没有比他更高的了。啊，所以在众生中啊，佛也无上。啊，因为佛是证得究竟。所以佛也无上，佛慈、持戒、禅定、般若教化众生，一切无有于等者，何况能故？故也无上。菩萨发身大事啊，也有感应道交的能力。啊，所以他们也现身说法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他们也有应。啊，他们以持戒、禅定、般若教化众生。啊，这个没有佛那么究竟。没有佛那么圆满啊，所以菩萨了没有办法跟佛相等呐、啊相等都做不到，怎么能超过？故称无上啊，就称这个佛为无上师。第八个德号，调御丈夫。静云俗语，能善调伏众生呢，名调御丈夫。调是调和，御是驾驭，统御。啊，佛有这个能力，以真舍智慧，善巧方便，啊，来调伏众生，啊，调伏，伏是降伏，降伏众生的烦恼习气。所以称他为调御丈夫。啊，这下面再给我们解释。啊，何赞里面说，自己丈夫，佛调丈夫，故号佛为调御丈夫。啊，底下给我们解释什么是丈夫。啊，在佛法里，若居四法则名丈夫。啊，这里头有四个条件，这四个条件都具足，则称为丈夫。第一个，尽善知识。清净善知识。第二个呢，能听法。第三个，不但能够听法，他还真正懂得里头的道理，就真听懂了。啊，不是随便听的，听完之后他就悟。第四，不但觉悟，他能够如说修行，他一教奉行。啊，这在大乘法里头，菩萨具足了什么？闻思修，听法是闻，思维是思，如说修行是修，
闻思修三会呀，那就超过三学了。三学是戒定慧啊，戒定慧是对初学的，可以分开来学啊，先学教，先戒，戒成就了得定，定成就了开慧，它有阶段的。而三会不然，三会是一念圆满的成就的，所以丈夫这里第一个条件非常重要，清净善知识啊，清净善知识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菩萨啊，因为三会是菩萨修的，三学是二乘修的，全叫菩萨啊，是三学啊，只有化身菩萨才是修三会。那么他亲见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不是诸佛如来，就是等觉菩萨，不是别人的。听法是闻，一听他就明了，明了就叫做思啊，明了说明了就破障破迷啊，迷障破了的时候，这句话这就是修行，所以它是一次完成的，它不是有三个阶段啊。三会跟三学的意思一定要知道。又会疏略，位居大丈夫利用，而说种种诸法，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令利苟然得大涅槃。会疏里面所讲的，也是如来果地上的大德大能啊，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，居大丈夫利用，如来果地上啊，像前面讲的舍利啊，大利大用啊，手段还是用教学，说种种法。教化众生手段呢，确实只是教学。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，只有教学才能调伏，才能治愈啊，这些调伏治愈都是自然，没有加丝毫勉强啊！为什么呢？众生听经听多了，慢慢觉悟啊。第一个阶段，他所获得的真实利益是断疑生信。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就是把这个目标树立起来啊！现在的社会对宗教不接触，认为宗教是迷信，所以对宗教不认识
不了解。宗教教学当中的讲，最重要的头一关，就是让大家认识宗教。才不至于产生误会。那佛教更应该如是。那如何让大家正确地认识佛教？中国古圣先贤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头脑清醒，他一点都不迷惑。如果佛教是迷信，他怎么会请他到中国来？怎么可能允许他在中国传教？啊，这是当时帝王大臣听到西方有佛，西方的大圣人，我们历史上这样记载的，西方有大圣人呐、啊，在那边教化众生，对于这桩事情呢，我们中国人非常向往，因为中国人尊敬圣人。在汉朝，中国到欧洲，这个路通了，叫丝绸之路，这是商业，为了便利商业贸易，这个道路开了，从中国通到欧洲。随着贸易也把文化相互的交流了，印度这些高僧从帕米尔高原，那边是伊朗，阿富汗这些地方，越过丛林就到中国现在的新疆。是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向四面八方传承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就有不少人到达西域，那时候西域的很多小国家。那么中国特使到西域的时候就遇到了，遇到摩腾卓法兰，这跟中国很有缘分呢，遇到了，把这两位大德引请到中国，这就佛教正式传到中国来，他们带的有佛像，带的有经书，三宝正式到中国。到中国当然跟中国朝野这就开始接触，互相交流。佛所说的跟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没有冲突。相同的地方非常之多。扎根相同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扎在小头，佛法的根呢也在小头，我们看《经业三福》第一句孝养父母，
啊，第二句分是四常啊，啊，第一句根呐、啊，第二句也是根呐、啊，第一句是根之根。啊，那么中国人非常重视孝道，佛法是师道，它是教育，是师道，师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不知道孝顺父母，怎么可能去尊敬老师，是不可能。啊，所以佛教在全世界传播，唯有在中国这一支真正开花结果。啊，而且成就啊超过印度。什么原因？根好，根是中国人自己建立。啊，孝亲尊师啊！啊，古人懂啊，现在人不懂，为什么不懂？没人教他。啊，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，就老祖宗东西，疏忽了200年了。时间不算短，那前面100年收获了，有人讲没人真干了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末法时期啊。最近的100年，满清亡国之后，中国社会也动乱，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定下来。没人讲了，也没人听了。那照佛的讲呢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灭亡。啊，是灭法，不是末法。啊，佛说法运的标准是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认真学习的，有正果的，这叫正法。啊，正果的，像儒家真的，有贤人，有圣人出现，这正法。啊，有讲的，有听的，有真干的，没有真苦的，这叫想法。啊，有真干的，啊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真干的了，这叫末法。讲的人都没有了，叫灭法。啊，依佛这个标准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了一个世纪了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那现在我们要恢复，恢复也是慢慢来啊，不可能一下就恢复到太平盛世啊，那是错误的啊，要慢慢来。现在就是我们有讲的，有听的，没人做，这是末法。对，从末法再提升到相法，从相法再提升到正法，至少要3代以上啊，这我们看不见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能维持这个法不灭，哎，就不错了。啊，把中国传统的文化、大乘佛法
讲清楚讲明白，它不是迷信啊，帮助大家破迷，不是破迷开悟啊，啊是断疑生信啊，升起信心，我们的目的达到了。破迷开悟呢，是下一代他们要继续做的啊，继续做再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，再下一代帮助大家修行正果啊，绝对不是在我们这一代能看到的啊，我们想的在我们这一代来看到是你这个事情决定做不成功啊，所以我们对自己、对众生，还对客观的环境，都要认识、要了解。我们把这个程序定下来，啊，我们今天要达到的，就是让大家断疑生信。啊，特别是净宗。啊，有一些特殊根性的人啊，弥陀经里所谓的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那这种人要是遇到了，他这一生就能度，他是正法啊，真心真愿真干啊，在这一生当中果然往生了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的正法，他成就啊，我们自己可以做到，不能够期望大众啊，对大众的期望呢，能够在末法就成功啊，这会所里面讲的说法调伏治愈一切众生，今天社会如果要安定，世界要和平，地球上灾难要化解，这个方法会很有效果啊！今天我一早来看到日本的同学传给我一个信息啊，日本政府发表的啊，预计可能有大地震啊，这后面附的还有地图啊，这个大地震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啊，九级以上的大地震啊，可能引发20米的海啸，那比上一次的时候就严重一倍了，上一次是10米海啸，这次20米的海啸啊，所以这个地震可能影响这个韩国跟中国的远海啊，这么严重啊，那么寄来的这一份呢，是日文写的啊，这个日本政府的原文啊，主要地方都用大字啊，那么从这里看呢，在日本人对这段事情很重视，已经在做预防的工作了啊，特别是两个国际机场
啊，都在准备啊这个对策，怎么样来避难？啊，现在这个东京的羽田机场估计会遇到甚密的海啸，啊，比起日本两千年前发生最大的地震呢还要大。啊，这个我还没有把它看完。啊，从大乘经里面来看，所有一切个人跟我们居住环境的灾难，没有天然的，全是我们自己心行所感应的。确实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极乐世界是心想生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也是心想生。啊，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，现在全世界公开讨论了。有人认为有，有人认为不可能。啊，到明年12月，这个真相才真正透明了。啊，时间不长啊，整整一年。啊，对我们学佛修净土的同学来说，这个信息是好信息，不是坏信息。啊，教导我们念佛要克期求证。啊，也就是说这300天的时间足够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好事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一年当中一定要把往生拉到，决定有把握。啊，灾难来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不来了也提升了自己嘛，在这个世界好嘛，弘法利生嘛，继续干嘛。啊，所以都是好事情。啊，不能不干，不能消极，不能害怕。啊，要把心定下来，哎，好事情。啊，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啊，每天念佛。啊，有时间就念佛，要学锅炉匠一样。啊，有工作我们努力去做工作，这个工作如果不要操心的，不要用思想的，那佛号找你；需要用思考的，暂时把佛号放下。我工作办完之后，我佛号又提起来，这就叫净念相继。啊，别让它中断。
啊，摆在眼前，这是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桩大事。啊，这一桩大事了了，一切都了了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后问，这是有人提出问题，女人等一应化度啊，何以独标丈夫啊？这好像不公平呐！啊，只说丈夫，那女人就不能度了啊？知足论大云，若言丈夫，你要晓得丈夫，佛经里面是丈夫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二根、五根，妓女、净舍，故说丈夫。所以这个丈夫两个字里头啊，不但是男子、女子都包括进去。啊，五根的。啊，这是天意，也包括在其中，这可不可思议啊！我们看《净严疏》前面所说的，能善调御众生。就叫做调御丈夫啊，男子能做，男子是调御丈夫；女子能做，女子也是调御丈夫啊，乃至于五根二根。啊，他能够善调伏众生呢，也是调御丈夫。啊，可见的调御丈夫这个范围啊，非常之广大了。啊，盖为名为丈夫，则可以开设妇女无根及二根等人。下面第九个尊号，净严疏曰：“啊，天人师，能以正法净训天人，名天人师。”正法。是与性德相应之法，这叫正法。啊，净训，净是洁净，啊，就是眼前诸天人民。除诸天人民之外，确实还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现在科学说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，数量不少啊。啊，我们学习正法，研究正法，
在这里做报告啊，跟大家分享正法。这些天人众生都能得利了啊！这是佛陀、化身菩萨们他们的事业。讲经不能中断，佛家的事业啊，经教里常说如来家业。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？就是教育啊。你在经教里去看，哪一尊佛不教学？哪一尊菩萨不教学？啊，现身说法，教化众生呐、啊。这天人师，他的身份确确实实是老师的身份。啊，天上人间的老师子，慧疏曰：所有天上人间，你看魔王外道、舍是忉利天，梵是大梵天，啊，舍代表欲界，梵代表色界，天龙。啊，天龙八部归神呐、啊！啊，习戒归命呐，归是归一。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都能够回头向善，都能够改邪归正啊，皈依三宝，皈命三宝啊，依教奉献呐、啊，做佛的弟子啊，弟子是学生，都以佛为老师啊，所以佛号天人师。又何赞曰：诸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，佛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是神，不是主啊，这清清楚楚的，没有那些关系啊。佛跟所有众生全部都是师生关系啊，所以我们称释迦为本师，我们修净土的称弥陀为本师啊，学华严的我们称毗卢遮那为本师，他们是老师的人分，但是所有众生当中，唯一天与人能发无上大菩提心，啊！现在我们知道，不但是天人发菩提心，几乎六道里所有众生闻经说法了发菩提心的都不少啊，尤其是往生净土的啊，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呐、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最后一个代号，佛世尊，成。
诚实论，等，诚实论等，开为两号，佛是一个号，佛为第九号，世尊为第十号，经一涅槃。念老的注解，依《涅盘经》所说的，把佛世尊呢合成一号，合成第十。佛者，觉也，自觉觉他与觉满，是三觉圆满呢，故称为佛。自觉圆满了，是烦恼断尽了，这个自觉圆满容易懂吗？觉他怎么能圆满？众生那么多，许许多多众生还没有得度，那救他怎么能算圆满呢？我有一年在马来西亚讲经，有一位小乘的长老，从北方来，也就是马来西亚跟泰国交界的那些地方，他是在那个地方有道场，住持一方，也有很有名气，就来问我，他说佛说的要度尽众生他才成佛，我还没有得度他怎么会成佛呢？问我这个问题，那就是觉他了，我这是不是他了？我还没有觉他，怎么可以成佛呢？我就告诉他，觉他圆满呢，跟自觉是连起来的。自觉圆满，觉他就圆满了。这怎么说呢？要晓得，他是帮助我觉悟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看看《华严经》53层，善财童子是个求觉悟的人，就是他。善财童子怎么成佛的？53位善知识代表的是什么？现实的社会，男女老幼，各行各业，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佛，都是善知识。中国古人教导我们，三人行必有五师。三个人是什么？我自己一个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叫三人。善人恶人都是佛，都是帮助我成佛的。善人教我的，他所想的，他所做的，我听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有没有？没有，赶快跟他学。有呢，好好的保持，不要失掉。他是我的老师。恶人呢，也是我的老师。他所想的，他所做的，
我听到看到了，想想自己有没有，有要改过，把它改过来，没有呢，记住千万不要犯，这不都是我的老师吗？啊，我成佛了，是他两个教我的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精神就在这里。啊，五十三参在哪里呢？我们早晨起来，到晚上睡觉，这一天当中，你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就是五十三参。问题是你不会参呐、啊，善财会参呐、啊，所以他成佛了。我们不会参呢，还在当凡夫啊！啊，这就是那宗门常说的“会吗？”啊，会就成功了。实在讲，老祖宗教得好，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。啊，外面没有过失，是真的。问题全在自己。啊，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觉他了。啊，自觉觉他，觉心圆满，圆满就成佛了。啊，自觉是你自己学，觉他就是把我所学的东西给大家分享。这就是觉他。啊，这是前而言之，从思想上说的，啊，要肯给人分享，不要保留。啊，自觉觉他圆满了，就叫觉满。啊，我们的华严经上说的，妄想分别执着，统统放下了，就觉满了。觉满那个时候，你一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哎，觉他圆满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你看释迦牟尼佛看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不就是觉满了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三十心念里面，中风过四书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就是觉满了。啊，你把这些道理搞通了，想明白了，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。又何赞曰：“佛者明觉，即自觉悟啊，佛能觉他。”啊，自己觉悟了，一定要教别人。譬如有人觉知有贼。贼无能为，啊，这个比喻是佛经上的比喻，啊，所以用的很多，啊，这个人是贼，大家知道他是贼，他不敢下手了，为什么呢？谁的东西丢了，肯定是他，他不但不敢下手，他还要当警察，在那照顾着每个人，免得人家东西丢掉了赖他，所以他变成好警察了。啊，这就是你不知道他是个贼，你知道他，但不是贼了。啊，又佛名智者，如《智度论》曰：“佛陀情言智者。”啊，这个情言就是中国话。
啊，那个时候鸠摩罗什大师住世，啊，住在这个中国四川甘肃这一带，叫秦国。啊，叫姚秦，啊，先是苻坚做国王，以后是姚信，啊，这两个做国王，国号都叫秦。啊，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众生数。非众生数，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，菩提树下了寥寥觉知，故名为佛陀。这个论里的一段文，有些地方比较难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。你说佛陀知过去，能讲得通，过去有历史，你读的很多，你能知过去。那未来呢就难了，你怎么知道未来啊？现在你可能知道，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相信有知道未来的啊。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这个人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啊，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决定不能相信有一个人说他能知道明天的事情，就是未来的事情。啊，不可能。啊，未来的事情没人能知道。那信仰宗教呢？这个只有上帝知道，只有神知道，人怎么会知道？啊，现在的人逐渐学科学，不相信上帝了。啊，科学家纵然判断一些事情，也未必是真的，都不相信啊。这个难的，众生数非众生数，这很难接受。众生的数量有多少众生啊？这个众生有情众生，非众生数是无情的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啊。佛知道啊，佛全知道啊，啊，有常无常等一切法，有常永恒不变的法性，无常刹那在变化的是法相，啊，这一切诸法。菩提树下寥寥觉知啊，菩提树下是什么？定中啊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入定了 啊，这属于定中境界。那现在我们说定中境界，人家说你是神话他不相信定中境界，他没有过这个经验，
啊，他只有做梦，梦中境界他知道，定中境界他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就知道，今天在这个社会上，弘法利生是多么艰难的工作。如何让这些不信的人能相信？这是真的学问呢、啊。经上讲的真实智慧呀、啊，善巧方便呢、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佛陀。啊，佛陀是圆满觉悟的人。啊，说到这些地方，对现在人讲，我们必须配合华严经所讲的这些理论跟方法。佛法它里头有科学精神，为什么呢？它要求证，不是说了就算了，说了你相信，那你是迷信啊！连佛都说你是迷信，佛跟你讲了你相信他，你都是迷信。怎样不迷信呢？你要把它证实啊！所以佛法讲求的是信、解、行、证，到最后你自己证明你所信的、你所解的、你所行的都是正确的，你自己把它证实啊，那才是你真的是你的东西。你自己没有证得，都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所以佛法里头有科学的精神啊，而且非常重视真啊，其如境界就是真啊，不能其如，你没有真的了啊，没有真的的东西叫即问之学，连孔老夫子都不赞成啊。夫子说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死也，那那要怎样呢？儒家讲一定要行道，你要做到啊，从行里面去勘验你所说的这个道理跟方法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真法啊。中国古人不迷信啊，佛菩萨不迷信啊，又佛一切智慧成就，过去未来现在，静不静，动不动，一切世间寥寥息，故为佛陀。啊，佛确实是一切智慧成就的一个德号啊，称之为佛啊，过去未来现在他知道啊，静不静是讲烦恼习气，你有没有断净啊，他清楚。动不动他也知道，动不动是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
一切世间寥寥习知啊，其实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故于佛陀这些话，在现代人，他完全不相信。他说这些话是宗教，这是神话，这是人决定做不到的。啊，不过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他们在报告里头告诉我们，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不少古老的族群啊，很多地方的土著，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里头有真智慧，传下来的他们没有文字，只是一代一代的传说啊，这个传说里都有真的，有很多好东西啊，大智慧啊。他们怎么知道的呢？他说人有一种本能，那本能里头有真实智慧，我们现在把本能吃掉了，这个说法有道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没有别的，就是教导我们回归到本能。啊，怎么回归呢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就回归到本能。啊，科学家所谓的零点能量场，那就是本能。回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，真的过去未来现在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人人都可以回归，你试试看嘛。啊，佛教初学还有步骤的，不能完全一下放下，你一桩一桩的放下啊，先放下见思烦恼，就是执着啊，先学着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你学这一点啊，真不执着了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啊，什么现象发生呢？六种神通出现了。六种神本能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六种神通我的本能失掉了，就是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把我六种神通的本能掩盖住了。我今天把它放下，我的本能恢复了。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、神足、漏尽，可以实验的。佛不是叫你迷信的啊！你再放下尘沙烦恼，也就是于一切法呢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心都没有了。啊，你就成菩萨了，你的智慧德能神通比阿罗汉就高好多倍了。啊，到最后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起心动念是妄想，也叫做无始无明，这个东西放下了，生化界没有了。
十法界里头一切事物你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，十法界不见了，十法界众生有感，你可以应你是菩萨身份啊，应化在十法界，你有能力度十法界众生这是佛陀教育了，这不是假的。我们自己学了，要真干啊，执着，特别是勤执，很难放下啊，但是慢慢地放，希望呢一年比一年淡薄，再进一步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，你就很有进步了。到一个月比一个月淡薄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啊，法味尝到了，你会长生欢喜心啊。为什么欢喜？天天有进步，日子没白过啊，自己慢慢就有把握，有信心，我这一生决定能往生，你是多快乐啊！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些事情，事情就不再担心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有缘尽量帮助大家，没有缘一点勉强都没有。你说多自在啊！啊，什么事应该做，什么事不应该做，没有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啊，真放得下了。下面说世尊啊，世尊凡名不切凡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世尊，世间最尊贵的人，世间最让人尊重的人啊，梵语叫薄伽梵，圆被众德，圆是圆满，被是具备，圆满具足，一般讲万德万能啊，为世间人所尊敬，这个庆就是尊敬，为自己世间人所重啊，大家重视他，尊敬他，故号为世尊啊，这世间最尊重的，值得人尊重的。诚实论是好品，如是九种，指前面。前面九种具足，于三世十方世界中尊，故称为世尊。啊，这个意思好。啊，圆被众德，就是前面从如来一直到天人死。啊，设号之德了，他统统去做了。啊，幕后总结就叫世尊。又制度论，以佛为第十号。
以世尊呢为具足十号，尊得之总号。啊，于此开合少义。啊，义无不同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这十号之德，通通具备，通通具足，这称为世尊。啊，这世尊是非常尊贵之人。十号的意思，简单介绍到此地。下面注释多种。在世教授四十二节，是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，这个二十个字特别重要啊！佛菩萨在世间干什么啊？就干这，这就是佛的事业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，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？出家做和尚也是个行业，你这个行业是做什么买卖的呀？啊，干什么的呀？说经讲道的行业。那你一天没有说经讲道，你一天空过了啊！接受受方供养，这一天你怎么受得起啊？跟生意买卖一样啊，人家把钱交给你，你没有东西给人家啊，这不像话了啊！所以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，开悟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，四十九年没有一天中断了。这个事情我们要知道啊，他是非常敬业的一个人啊，重视他的事业，尊重他的事业啊，没有一天空过啊，说经讲道啊，这是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在世教授啊，你看他用的经上用的字教授，佛菩萨真的是教授。教了多久的时间？四十二劫，这么长的时间啊！实为诸天皆是人民说经讲道，这是汉译里面的文。彼佛住世弘法共四十二劫啊，时常为诸天及世间人民演说经文，讲论道法与道要啊，道者觉悟之路也啊，也就是包含觉悟的道理方法啊，经验还加上成果，这就很圆满了才能够真正帮助诸天人民
觉悟啊。啊，帮助他们提升境界。这是让度天人民得真舍利益。再是四十二节，可见的当时这个地方的诸天人民福报很大了，寿命这么长啊！啊，我们这个地球跟他比就可怜了，地球上人活到一百岁都了不起了。啊，人家是在世教学四十二劫，啊，可见他的寿命不止四十二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四十九年，啊，世尊住世七十九岁，啊，福报大。啊，福报大，我们就晓得人的心好啊，行为好啊，没有恶念呢，没有恶作啊，所以才能感得这么大的福报。人真正极善修德，寿命可以延长。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自述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能不求悟吗？孔先生给他算命，孔先生不是凡人啊，确实有本事，能够把一个人的流年算得那么清楚啊，每一年流年算得一点不错啊，他是个读书人，要参加考试啊，每一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他都预先把它注出来了，他知道啊，到时候去考试果然不错，跟孔先生所算的完全相符合啊，每年的收入通通都清楚，一点都不错，二十年，所以他心定了，知道什么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所以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全放下了。三十五岁那一年，他去访问云谷禅师，当时佛门的一位大德。啊，禅师叫他在禅堂去坐禅，给他个蒲团坐禅。啊，他坐在禅师旁边。啊，禅师看这个年轻人，啊，三天三夜了，居然没有动个念头，很惊讶，因为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
啊，就问他，你的功夫不错啊。啊，一般人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，这不容易做到啊。你是怎么修的？啊，他很老实。他告诉陈思，我的命被人算定了，20年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我没想透的，想了没用，想了都是白想。啊，云谷禅师这一听，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啊，了凡先生就问他，为什么还是凡夫，不是圣人？啊，就是只有凡夫，命运才会被人算定，一点都不差。啊，真正大修行人超越了。如果是造作罪业的人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往下下降，所以命运呢，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。啊，但是每一天加减乘除不大，所以还是算得很准确。那像他那样的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就完全准确，丝毫不会错误。啊，也就是你死在命运之下，不动了。啊，告诉他命运从哪来的，什么个道理，命可以改。啊，怎么改法，就是念头。你一心向善，那命向上提升；一心向不善呢，那你就往下降。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啊，就发心行善。啊，行善有个标准，云谷禅师给他个功过格，功过格的标准就是感应篇，太上感应篇里面所列390多条。善恶果报啊，教给他，你依这个标准，每一天认真去断恶修善佛门，用道教的基础这是正确的。啊，道教这本书简明扼要，文字不多，字字句句都是重点。啊，你好好的去学它，认真去做，早晚拿着这个来反省，命运就改变了。啊，了凡先生这一发心，真干，回去真干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跟孔先生算的不对了。孔先生算他考第三名，结果他考第一名。你看，极善了，马上就提升了。啊，这效果出来了，真干了。啊，一生改变了，连寿命他没有求寿命，寿命延长了。啊，孔先生给他算的寿命53岁，寿终正寝。他活到74岁，多活了21年。啊，延寿21年。
啊，命里没有儿子，啊，求儿子，真的得了一个好儿子。他自己是独生子，他这个儿子也是独生子，可是儿子以后长大了，给他生了9个孙子。哦，这一门鼎盛的啊，积善之家了，必有余庆的啊，他的一生过得很充实啊。啊，下面引《居士论语》，道义云何？这个道怎么个讲法了？啊，什么叫道啊？为涅槃路，乘此能往涅槃成故啊！这《居士论》上说的啊，道是什么意思？道是涅槃的道路。你能走这条路，你将来就能够证得般涅槃。啊，那涅槃是什么意思呢？前面讲的很多，讲的很详细。啊，就是自己的自信呐。讲自己的自信很难懂，很抽象。换一个名词，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这个名词现代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受。诸法就是一切法，实相就是真相。啊，那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诸法的真相。你能把它看到了，明白了，了解了，你走的路就是正道，你将来可以证得诸法实相。啊，在大乘里面，证得诸法实相的人，就称作佛陀。啊，那么现在哲学科学都是在探索诸法实相。啊，诸法实相古今中外多少人在探讨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会有宇宙？啊，过去几十年当中，有一个说法，宇宙是从大爆炸发生的。啊，这个说法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宇宙不断在膨胀，啊，这是天文学家在望远镜上看到的，啊，发现说，我们地球四周围的这些星，都往远处很快的速度啊移动，好像膨胀，宇宙在膨胀，星球都远离去了，这种现象就像爆炸一样，这种现象。啊，再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呢，所以这个说法呢
很多科学家都接受。啊，应该有几十年了。但是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把这个说法推翻了。啊，他们知道宇宙不是这种爆炸的，不是，这个讲不通。啊，他们现在是在这个物理学里头用更深的这个探索，啊，把这个物质，什么是物质，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情，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，发现什么？发现物质根本没有。啊，像普朗克所说的，他一生的研究量子。啊，到最后呢，根本没有物质存在。啊，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。啊，所以把物质的根找到了。啊，物质的根是意念，是念头。这个跟佛法说的一样。啊，佛法说物质现象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阿赖耶的境界相从哪来的？从转向来的。转向就是意念。啊，转向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的。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业相从哪里来的？业相一念不绝。业相没有原因了，就是一念不绝。意念不绝没有原因。啊，意念不绝叫无始无明。啊，无始什么？他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，当然他有灭灭，叫不生不灭。他有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称它为波动的现象，对的。它是动向。啊，不就是动，觉心不动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没有想到自信，本无动摇，他不动的。啊，大乘教上讲的觉心不动，慧能大师见到了，他证得了。啊，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！啊，所以是一念不绝，从自性里头现出一个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性，自性是真性，真性不离妄性，离妄性真性就没有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境界相。都从妄心里生出来的。啊，离开阿赖耶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法相也叫唯识宗。啊，这一派的学者不承认有宇宙有物质，他只承认有个识，叫唯识。因为物质是从心变的。啊，法相为实跟为无恰好是相对。啊，无是实变的。啊，所以把宇宙的真相啊解释清楚了。啊，这是一直到最近的三十年，科学家才发现。
啊，现在还在做实验。啊，成就非常可观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科学会接受佛法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与爱因斯坦有关系。啊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跟科学走得最近的是佛教。啊，这一句话将来科学家可以以它为证据。啊，把佛经拿来对对看。啊，爱因斯坦所讲的是不是正确的？啊，所以将来啊，讲佛学的不是法师，是科学家。为什么呢？法师不会讲，法师讲不过他们。那肯定他们讲的比我们好。啊，可是讲虽然是讲，那讲了不做啊。那在释迦牟尼佛法印里头还是末法时期，没证果的。啊，但是对于学佛的同学来说呢，可以说大大的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呢，我们是生活在正法时期，啊，科学家生活在末法时期，啊，他会讲，他研究得很清楚，他没有心，他没有真，啊，所以末法时期，他要有心没有真呢，他在相法时期，啊。末法时期真果，说实在话，确实只有先到极乐世界啊，然后再回归到零点能量场，那就是成佛啊，回归到自性，回归到常寂光。那我们在这里提供一点点这些分享的心得，我相信对他们会有帮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